我是 Billing， 也是 CWB Consultant。 在我还没有使用 CWB 之前，最让我伤脑筋的就是皮肤敏感。在使用 CWB 之后，我的皮肤渐渐的改善，直到两个星期前，经过朋友的介绍，我试了一个最新的美容产品。当晚我敷了它的美白的 mask 之后，那天晚上我整张脸开始又痒又红又肿，那天晚上是完全无法入睡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赶紧跑去见医生。医生见了我后告诉我皮肤太敏感是不可以用美白产品的，他就只好开了止痒及消肿的药给我。医生还告诉了我，虽然他是开了三天的药给我止痒及消肿，可是还是要再回去复诊，这些药是要吃一段时间我的脸才会稳定下来。那天晚上我又赶紧跑去了美容院，当美容师见了我之后，他摇摇头说，哇，你的脸怎么这么伤啊，你的脸起码要两三个礼拜才会恢复。他也暂时做不了我的脸，然后也只好帮我敷一个 mask 让它稳定下来，可以止痒及消肿。敷了 mask 之后我就回家了。在这三天里，我就观察了我的脸并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而且开始连颈项和身体也开始发痒了。半夜里我用尽多篇方法还是无法止痒，深夜里我痛苦地在房里哭泣，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早上，我想到了我们美图路里有一架 HO 机，可以快速有效止痒及止痛还有消肿，就马上回公司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见了 JN 后，我向他求助，当时我真的很担心我会毁容了，又一方面担心五月份要拍照我的脸还无法恢复正常。JN 就建议马上使用六小时的 HO 来止痒及消肿。当我开始吸 HO 时，我是抱着镜子不离手，因为我心里真的很担心。吸 HO 一个小时后，我的脸很明显的消肿许多了，最令我开心的是真的止痒了。JN 还用了我们 Naturu 的 Skin Care 帮助我消肿止痒和修复。在这六小时里，我慢慢地观察到我的脸止痒消肿及止痛了，而且我的黑眼圈很明显地淡化了。吸了六小时后，我就很开心地回家了。那天晚上我是完全没有靠药物让我止痒及止痛，而且那晚我睡得非常的安稳。第三天我又回来吸五小时的 HO， 再加上 JN 细心的用 Naturu Skin Care 帮我敷 mask 修复伤口，我的脸在十小时后就已经恢复了 98%， 这个结果真的让我很满意。到目前为止是第七天了，只是吸五天而已。在那五天里，因为伤口还没有完全修复好，难免我们会晒到太阳，或者是吃到刺激东西，也会让我发痒不舒服。但是我赶紧用回我们的 NAC Serum， 就可以让我快速帮我止痒及消肿了。最后我真的很感谢 JN 和 AK 让我快速的重获漂亮的肌肤。当然我也会把那么有效的快速又安全的产品来帮助更有需要的人。谢谢。